要先感谢今天前来跟我公公告别的所有亲朋好友们，然后也要特别感谢今天在这边的媒体朋友们，站了一整天，等待了一整天，辛苦你们了。我相信我公公在天堂一定会感到非常的欣慰。谢谢大家。刚刚我跟姐姐在折莲花。小 S 公公许庆祥一日在家中因心肌梗塞过世，享受86岁。四日灵堂开放的第一天，许多亲朋好友纷纷前往吊唁。下午大 S 在具俊晔护送之下离开，两人紧紧牵着彼此的手步出灵堂。请问一下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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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什么话想说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来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小金状态还好吗？不好意思，来，不好意思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谢谢，谢谢。许庆祥遗孀黄秀珍在孙女 Lily 与许老三陪同下憔悴步出灵堂，由于场面混乱，她缓慢走出还需人搀扶，画面令人于心不忍。黑人范玮琪也在稍早离开，被问到什么时候会再复出，范玮琪表示我会加油。小 S 与老公徐亚军离开灵堂前两度鞠躬致意。你先上车，要先感谢今天前来跟我公公告别的所有亲朋好友们，然后也要特别感谢今天在这边的媒体朋友们，站了一整天，等待了一整天，辛苦你们了。我相信我公公在天堂一定会感到非常的欣慰。谢谢大家。刚刚我跟姐姐在折莲花，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好，来，后面有机车，小心后面摄影大哥，小心机车机车。好，小心小心小心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谢谢。